再找一个世外桃源，咱们吃点饭。这个地方好像是市政府呢专门打造的，这里呢全是农家乐。这个地方叫菩提庆，参观一下，乐土。按照茶马古道的风格打造。这里是云南普洱市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里的特色马帮菜。这是烤茶是不是？你看看这它的这个符，它这个符它可以可以这自样动升降了，可以自样啊，这样烤的，然后你水涨了以后给它提上冲上去，来，哎呀，我去，可以任意升降的这这。个。不急变熟，这个叫啊，不急变熟，小字一体，不急变熟的。铜的它上面有个盖子，那个盖子翻过来就是一个锅，就可以炒菜。那马帮就用那个炒菜吃。这是马帮用的，叫什么锅？铜锣锅。铜锣锅。马脖子上挂的。马铃啊，向来有何一鸟唱。全是按照这个马帮的这个原始风格啊，建筑。看看这里面，哎呀，开始了，这就是马帮菜呗。马帮菜，马帮菜，马帮和现代的结合。哎呀，这有点像东北的粘豆包。豆腐渣那是，这是豆腐渣吧？对，东北的是豆腐渣，豆腐豆腐。好，三角包包。这个真的很好吃啊。这个吧，就类似于我们北方这个朝鲜族做的那种打糕。对。这个呢也是打出来的。对。就是冲出来的。这个是。这个呢，实际上是一个锅盖，是跟着就是刚才那个铜锣锅的锅盖啊，铜锣锅的锅盖。马帮的时候，它那个锅煮饭，这个上面这个盖子就炒菜啊，就当锅用嘛。啊，这一锅两一锅两用，下面的锅煮饭，这个就当锅炒菜了。对，赶马帮的时候就用这个。这个他这个马帮菜真的是南北结合的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哎，红的。把那个菜煮到里边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啊。这是煮的白菜，可以煮青菜啊，白菜豆浆煮青菜，还有豆浆煮鱼头啊，豆浆煮鱼头，我的最爱，薄荷炒牛肉，哎，你看看这五哥都知道我的最爱。好了，酒足饭饱，咱们再去感受一下啊，茶马古道的这个烤茶。掌握不好的时候回来，他这不是要掌握他那个苦头，加点米吧。啊，糯米，糯米一般的米都可以。啊，把这个米烤香了，再装进去茶。它不同的民族，它有不同的生活习性，还有它的那个环境不一样。所以说他喝茶的方式他也不同，也有一些不同，比如说一般这个灌灌茶的话，他一个是哈尼族比较喜欢用，还有一个马帮人他也喜欢用这个灌茶。当然比如说那个傣族都喜欢用那个竹筒来烤茶，竹筒烤过黑菜，他把那个放在那个竹筒里面，把竹筒烧在里面烤了差不多再一撬出来喝，那就是竹筒烤茶。比如说瓦笋呢，它可以用一个瓦片，一个瓦片，它把那个新叶摘下来，它就在瓦片上现烤，现就煮出来，那样的喝法，它都有不同的喝法啊，它的风味也不一样。像我们烤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纳克里的这个马帮烤场，因为干嘛人呢，他就喜欢这种烤场。一个呢，比如说人不多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罐子煮的喝。如果人多了，我们就用一个茶壶，开始香味开始出来了。喝的茶呢，它对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，因为这茶叶呢，它的这个
它这个一般都是新茶的话，它这个比较寒，寒性比较重，它通过烤的这个过程把寒性给它烤掉啊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提炼过程，把它不好的寒气把它烤掉，烤掉了还有利于它的香味的散发出来，差不多了，你们看看它有所改变了，有所真的哈，然后可以闻闻它的香味，风有点大，嗯，那你闻到了，风有点大，这样是吧？嗯，花椒管什么？初湿气重的人，这可以放花椒，也叫擂香茶，它水冲的唰唰唰唰的声音，就像打雷的声音。所以你可以听到雷响场，我这个普通话不标准，打雷响，对，雷响场，特别是隐藏这个，那上帝是在淘宝上呢，淘宝上什么都可以，淘宝的话，哎呀，味道的确不一样的，这就是茶马古道的功夫茶了，对，茶马古道的好茶，嗯，就这么闻着都可好茶，很麻烦啊，很麻烦。它的香味不一样一些，哎，小时候我们就跟着大人一起喝。怎么样？可以。没啥发言权，五哥有发言权，行不行？好香啊！哎，是要没有功夫。对，就是喝。你每天肯定是茶没喝够，对，每天不喝一点，睡不着醒了再继续喝。啊，对，继续喝。他现在不知美，他现在在那打嘞。还有个张平亮，他叫什么？好香啊！他不是讲老二。嗯。啊，我们说，你听下我。那还开玩笑？啊，对。吃完饭咱们去茶马古道转一下。这怎么像啥呢？这个不能拽，这个不能拽。对，我说估计是拉手的，这个不能拽。我的体重吃不了。你不能。一下就掉下来了。这消化神儿呢，这是。像猴子一样的。一下子走不了。太低了，太压都走不了。不能，小子不能，因为他重量太，他伤手的。哎呀，五哥厉害呀！你看五哥行啊，你看不能夸呀。他连尝试都不敢尝试，你去试一下。你想自试一下？好了，朋友们，马帮菜，马帮的烤茶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要去茶马古镇再看一看。